먹어전학생이비너를불러도괜찮아네가걸었잖아걸지않으면잡아줄수가없잖아继承者里的金宇彬是个只会欺负同学的坏学生，不过这种坏坏的性格却让许多迷妹为之倾倒，也让金宇彬的身价水涨船高。Miss A 的秀智能歌善舞，也参与过戏剧的演出，可以说是新生代中脱颖而出的一颗闪耀的星。据传金宇彬和秀智将合作新戏《任意依恋》，剧中金宇彬饰演一个外形无可挑剔、十分聪明的大明星，而秀智在剧中饰演充满正义感却只能在别人面前鞠躬屈膝的制作人。如此悬殊背景的两人会在这部戏里谱出怎么样的浪漫邂逅，就请观众拭目以待咯。 Yes Relation 中心特别报道。